大家好，欢迎收看蓝色水银谈天说地。这一集的影片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AI 绘图，这次使用的是 Midjourney。 之前介绍过使用不同材料跟绘画手法来画一张画，这集要介绍的是应用不同艺术家或插画师的风格来达到风格鲜明的画作。一，首先要先选定题材，对应的是要使用哪一位艺术家的风格。三，写出中文的绘画叙述。四，使用 ChatGPT 翻译。五，将翻译的内容贴在 prompt， 并使用逗点，后方加上要使用的艺术家姓名。六，选出自己喜欢的图，放大并下载。Thank you.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最后的影片是真实的画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我们下集见。